破，你坐啊，你坐啊，你坐啊，坐啊。咦？哎呦，空定的，你安尼嘻嘻嘻嘻，笑啥我哥啦？母啊，你来安尼啦？哎，即摆无代志，我当然欢喜啊。秀官，你安尼哦，害我惊一跳了。秀官，我知讲囡仔死会对你打击真大，也毋过你得好好坚强活落去，毋通让大家替你烦恼，知无？我知，我后摆袂阁恁大家替我烦恼，我会清楚，我会将我的身体好好养活好，后摆要生囝就袂遐艰苦。对，啊以后生愈侪愈好。你什么？你生愈侪愈好啦？啊，但即嘛是要提醒我。哎，母啊，来来来，买物件，再买物件吼。安怎啦？母啊，你拜托个，你莫来教话好不好啦？你啊，只教话，我用阮只裤衩甲拖起来，你敢知影？你敢讲个什么话啊？你啊，做只爸啦，甲你讲话，你怎样无去？安尼你会安怎样啊？粪便啊，你看粪便啊，你要死死囡仔嘞哈！恁祖妈无主动，恁祖妈无主动的生啊！你着硬囝来，安尼甲我硬，你要死死啦，要死死啦！你啥物人唔讲？你讲我，啊！恁祖妈无主动。我是咧譬如安尼讲尔，我安怎啊无敢白死你安尼辛苦。譬如，啊你譬如你去譬如别人嘛，你讲恁祖妈要死哦，哈！啊伊着真是无，啊我讲安尼讲唔对哦，讲安尼，我讲你讲对哦，你甲我掂掂哦。自即马开始哦，你上好是改吼，较疏远。唔通安尼行遐吧，知影无？是安怎讲？安怎讲？你爱记的咧，咱顾家三代拢顾囝的哈。啊你恁祖妈哩甲你讲话，你是安怎？哈，遐尔无介意听哟。你若无介意听，你原来爱甲我听好煞咧。三代拢顾囝，啊我嘛爱想讲吼，伫你这代会当佫生一个安尼甲我传落，要若无吼，我对恁祖姑祖妈袂得过，你知影无？哈？我跟你讲哦，你耳根甲我绕清楚，甲我听明听清。自即马开始，秀官发生这款代志啊，安尼也是好啦。你吼，甲伊是会用的兄妹仔行，袂用的翁仔某行，有听无啦？你若伤过高怪吼，无听恁祖妈的话吼，恁祖妈真是甲你咔嚓。我，母啊，你遐认识代志无？喂，这里要看麦了。喂，你啥人？你啥人？你甲何秀官的代志，不是拢解决清楚？对啊，我已经拢解决清楚啊。啥人来乖乖的？一定问好啊！就无想要讲到一件代志，你别人讲到一件代志，想要讲，你即摆已经处理掉，你讲我安怎处理？我希望你将你所做的代志详细跟我讲。你唔通袂记得哦，当初我去处理这件代志。原来是因为你，因为你一直甲我讲，叫我爱去处理掉，若无你要安怎，拄安怎，对无？即摆我已经处理掉了嘛，我都已经照你意思处理掉，你不要叫我讲啥？你甲我讲清楚，你是安怎处理？这样才重要。真重要。
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。今仔日你也无甲话讲的清楚，你马上甲我出去。以后咱田无狗，水无流，大家拢莫相吵。你确定你一定会知影？你讲是安尼，我去找伊要讲一件代志，讲出你囡仔的代志，我气到用跪的，甲用拜，甲用求的，而且我已经甲伊讲到讲，拜托伊成全咱两个，成全咱两个感情甲婚姻，结果伊还是无去答应，我无法度。我只好拖伊去陪。结果在个舅舅来来的时阵，伊把对面跋倒的，囡仔就先来落去。感情是啥呢？为什么伊要叫你家己囡仔？伊即摆是痟，伊即摆起痟，伊即摆希望你找无伊的囡仔。伊当然想讲，后囡仔是我抱伊，我抱伊个囡仔要创啥物？早叫别人处理掉伊。我讲是真相。你哪只？你不是真爱？谁人这款代志你会做会出？我爱你，我从来都唔捌爱过这个人，我爱干那你。你无爱，无爱是哪敢有影啊？我糊涂，我做唔到，我承认我做唔到。你敢会对我安尼？袂，我永远都无可能对你做这个代志。我来接一下电话。喂，哎，是，哎，我是。感情的花，愈换是愈拖磨。姐姐，你哪里来？啊，你公司拢下班啦，无人我就家己来啊。你找我什么代志？我过来，啊，你免请我姐姐了呀。你有什么代志？你讲。啊，拢无电哦。你有什么代志？你就直接讲，我真忝啊。我想要下班。啊，就迄落，先讲哦。哎，王小姐，你即摆是要创啥？王小姐，我今日来啊，就是要希望恁会当离开这个秀光较远的，好无？我知影，我知影恁即摆一定作我份秀光的，但是秀光你竟然一家去甲伊调查，伊嘛是不得已的呀。你也知影，秀光巴肚内怀胎八个月，伊即摆囡仔拢无去啊！我相信，我相信你嘛知影伊的痛苦。但是我今日要甲伊拜托，我要拜托你的周启良，以后莫再教养这个秀光好无？是来甲阮调查，唔是阮去来调查。
我保证，伊绝对袂得给恁交叉。你也知影，秀芳即马连伊的主将拢无去啊，伊即马毋是一个完完整整的查某人，你知影无？小姐，我即马要甲你拜托，甲你拜托吼，互秀芳安尼平平静静过后半世人，好。你看，这个滚的八滚袂啦，啊你慢慢来嚼，收哦，快慢，哦，归去，来，我给滚啊练，滚啊练。免啦，我唔惊收啦。不，较慢嘞啦。我做小姐讲，我等手术完，还加吃一点嘛，恢复较紧。啊，你即摆拢袂艰苦啊？我会听无去，我当然嘛会艰苦。不过我会振作。我个生，我生一个肥肥白白，搁较古锥，搁较得人疼的囡仔。我个生。好啊，你别生哦。好，无我陪你生啊！我唔是啦，唔是我生啊！我是讲吼，你等即马开始也袂郁准啦吼，阮大家吼就对你袂郁准啦，安尼啦。我振作，我振作，我袂让你烦恼对无？对。食较慢嘞呀，慢慢来食。啊，有无？啊，这有，我后头留，后头留你的，吼。还要搁菜？哈，好。我讲嘞，这摆来变啥物事啊？总。我唔是唔甲你讲过呢，哈！叫恁哦，甲四管离遮远的，你即摆是啥意思，哈？我想要来看伊。咩？外省呢？人即摆食米粉，你都发烧吼！你即摆是来哪？来新灾乐祸哟！你是讲啥话？我煞啦！我想要入去甲阿妈。告诉。咱以前不是常常出去佚佗？我是你好朋友啊！不是，我无想要看到你，我无想要看到任何一个跟秋凯有关的人。秋凯，你出去，你给我出去！含珠宝嘛提掉。
感情的花，愈磨是愈拖磨。我真是，我所做的代志，无辜无辜。可是我代替起来，给你的一点仔补偿。我知影我无应该提钱，我已经想不出更较好的方法。奇怪，大师弟，你怎讲了？奇怪，你想哪样？啊，这是什么？小姐，你讲叫你有钱哦，哈？有钱啦，在那看戏啦，哦，哈？我喏，我无要钱，你偷钱啦。嗯，哼，小姐，小姐，咱忙事，咱买个钱哦，咱先赔好，小姐，你讲我，我做够是不是无用？我一个人我都没钱啊。哎，我，你死，我唔知啊。够，你够。是。你怎么搞我？陈立，我的心啊！感情的花，愈磨是愈。
我。梦虽短，写下。